我听乔木姐说，她的作品得了满分，苏年跟真厉害。哎，还不是因为有我精湛的表演。哎，一会儿睁大眼睛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表演。你不要跟我说话，就我梦还不让我演。要是我们俩在的话，有你们什么事儿？下面我们有请满分短片的导演付乔木为大家讲一下他的短片思路，有请。 感谢大家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具体要说的。这个短片的创意来自一位可爱的弟弟。他告诉我，高考应该是一场战斗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片。那下面请大家欣赏我的拙作《决战考场之巅》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交给我吧。你很嚣张吗？